我在 cosplay 外星人，我在 cosplay 外星人，好可爱哦！啊，好晕，好晕。Hello， 外星人，你在这里干嘛？你该不会是恋爱了吧？恋爱是什么？就是把女生骗去啊，不是，我是说把女生带出去一起玩，看看电影，逛逛街，或者是去游乐园。我应该怎么做？放心交给我这个恋爱大师吧。欢迎来到艺人的恋爱小教室，如何让女生喜欢上你呢？要记住这三点：一，女生比较喜欢有钱的人；二，大部分的女生都很喜欢小狗；三，女生会喜欢有正义感的男人。我知道了。你好，女生比较喜欢有钱的人。哇，好多钱钱哦！大部分的女生都很喜欢小狗。怎么没用？换一个动作好了。啊，有怪人！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啊，我最讨厌泡泡了。走吧，我们不要理那种怪人。嗯。操你妈！影片结束咯，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看到更多有趣的小剧场，记得点下订阅哦。我是外星人，我们下部片见，拜拜。